跳舞場口是不是都 relax 啲啊？可以？都不是啊，因為跳舞場口這些、就是、你一定要拍到很漂亮啊，是是是、就是、拍就是導演的功力，即譬如我自己都要做好我自己的部分的嘛，即是美感、啊、即是我要有美感、啊、要有姿態、啊、要有那種即是 sex appeal 的那種感覺、啊嗯、即是我都要做到咯，都有沒有苦練啊、因為真的不是太多時間可以練，因為譬如可能我們拍攝的期間、啊、我都會是攝一些時間，即是之前、啊攝一些時間去排舞咁樣嘅，咁但係可能個時間即係都係比較短，咁所以頭先今朝早一嚟到化好曬妝整好，我即刻就問老師練下練啊，要跳邊 part 啊，再 remind 翻自己啊，跟住再自己喺房入邊練多幾次啊，講咯。你有冇跳舞底嘅以前？冇乜跳舞底。係係，哇！真係幾日就要。係啊，台慶咁咯。咁你覺得發唔發揮到啊？頭先導演叫我。頭先佢話佢俾個户口 number 我，我初頭唔明點解，跟住諗下應該明。係啊，佢話拍得我咁靚，係導演好好嘅，即係永遠都拍到我最靚嘅，即係佢知道我邊面靚啊，邊個 angle 靚啊，咁啊盡量就走翻我，即係拍得我最靚咁。唔知喺度睇咗幾個鏡頭，哇！係咪都 OK 啊？係啊！多謝多謝多，所以我都希望即係真係自己都做到嗰種感覺。今次拍呢個劇，你咪之前即係好多重要嘅場口啦，有冇之前拍做配音節？緊張是可能有些重點場口他對白很多，譬如可能很多時候我要講很多對白，但是又要有情緒，有時候就會有一些無形的壓力，我很害怕在講對白的 同時如果我有情緒到的時候，但是我對白甩了，你明白嗎？好，兩樣東西要很配合、會啊，我拍情緒戲的時候我會緊張的，有時候會跳掣的，個人不知道自己想怎樣、啊有時都會問自己做得不夠好啊，咁樣咯。問陣有冇扯頭髮啊？有冇失調啊？嗰啲啊？有冇啊？今次有冇啊？今次有冇？即係上次有係嘛？上次有啊！上次幾時啊？上次配音嗰時有啊，有啊，失調啊，係啊，我估計啦，我估計有七八成拍咗咯，咁仲有兩三成未拍咁樣咯，咁。咁都已經好好多啦，初頭真係好緊張。個戲係咪更加之？搏命啊！因為第一套女一啊，係咪？都盡力而為咯，係啊！我諗其實都唔係淨止我嘅，個個演員都係嘅，因為都真係好想即係盡力做好件事咯，係有好作品啊，係。就算係唔係主角都好，我每一次都盡力做好嗰件事，係啊，係。係啱啱講緊話好複雜啊嘛，係啊。還可以啦，因為其實呢套劇咧，好大嘅難度就係感情戲係比較多嘅，係、可以話係一套悲劇咁樣，一啲笑位都唔笑位唔係好多，即係發生我哋兩公婆身上。場戲都考演技係嘛？一邊又要收到個電話，屋企人有事。係啊，一邊又咁靚喺度跳緊舞。係咯，喺度誘惑緊。究竟選擇邊一邊咧？係啊，仲要。其實都其實個劇本係寫得好好嘅，係啊，咁我覺得自己做落係雖然有難度，但係好有滿足感。咁啊，你哋再合作，而家係咪拍咗個幾月好有默契啦？好有啊，佢成日都需要我噶，係咪啊？就係老遠都嗌子日喺邊？子日，因為有陣時咧，即係可能拍啲感情位啊，佢突然間要我做啲嘢，或者突然間要拍啲嘢，我就會掹住佢，叫佢俾。即係俾翻個感覺我咯，係啊。咁你係睇咗佢跳舞㗎嘛？我睇到佢跳舞嘅。係。係啊。係咪你哋都有啲好多對情慾戲嗰啲㗎？係咪有？少少啦，你話又唔係話非常之多嘅，即係不過係嗰啲位係應該有嘅時候咪有咯。我哋都唔係刻意去埋弄呢樣嘢。係。係啦，兩夫妻嘅生活咁一定係包含咗好多感情啊，或者有少少親熱啊。情感與慾望。情感冇錯，情慾係情感與慾望。最難係幾時係咪崩潰？最難真係鬧交，我覺得。鬧交係比較難，啲感情鬧交係真係辛苦。不過我哋佔咗九成都係啲戲 ，speak 嘅戲係真係得幾長嘅。你平時會唔會多唔多鬧交㗎？我同我係啊，我 yes man 嚟喎。yes man 係啊。yes ye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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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od。靚唔靚 ？Very good， 好唔好？好，其實真冇所謂，其實因為
我成日都覺得咧，即係兩夫妻咧，都係成日都為咗啲好小事，啲碗碗碟碟啊，啲好好好濕濕碎碎啊，即係頂下嘴咁樣。所以我成日都話：，誒咁小事冇所謂啊，你揸曬主意咪得咯。Yes, OK， 係啊。頂唔頂嘴㗎？你唔頂嘴㗎？我唔會嘅，即係我又未至於去淋到咁樣嘅。不過我又覺得一句起兩句止咯。最重要係最後一句一定要係佢講。埋尾一句佢講你就冇事啦，係啊，頂一兩句好啦，第三句留翻俾佢埋尾嘅。你開心啦，係咪啊？而家有兩個寶貝喺屋企啦。而家我好耐都冇好親近啲小朋友啦，即係一翻到去啊，又一係又夜，一係就佢哋未起身咁樣，翻到去又即係自己又即係清潔下先啦，即係又唔好，好耐都冇同我個女親嘴咯，係啊。因為疫情關係嘛。係啊，即係都係錫下面仔。佢錫我都係錫面仔，我都唔俾佢錫個嘴。啲咯，等個疫情好翻啲，咪再錫過咯。你錫翻舊本咯。係係。我錫咗老婆先。真醒目。梗係啦。再合作會唔會個感覺唔同咯？哇！大家都成熟咗好多，即係 keep 得好好。即係其實我都覺得冇乜變化。你話佢即係我內心我唔知道啊，因為。看不穿外表真的沒什麼變化，看不穿什麼？你不是說你是最了解我的嗎？都是的，我經常都說我是最了解你的男人。你們兩個你都沒什麼變，是啊，你都沒有，即是我在說我們的性格，因為我對付處女座都有手。你對付處女座，他自己都是處女座，因為你也是處女座，我也是處女座，他差一日生日而已，很近的。所以他很了解我，有時候起條眉都知道我想騙我，看一看他的眼神都知道冷靜點，或者你一定有些東西，因為他對自己要求高，是的，我經常都在重複，其實很好的了，很好的了，你不要挑骨頭了。多謝，你做輔導員，是輔導員。